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本期视频我们用108段的磨齿来做子母钻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第二节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折一下，然后向上靠近，数一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三，数三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数一二三四，数四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二三四，数四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折一下，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旋转，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折一下，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向下靠近，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旋转，再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折一下，数一二三，数三节，旋转，再数一二三，数三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然后把它转到里面来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翻过来，从这边往下做，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三四五，数五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三四，数四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二三四五，数五节，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数一二三四，数四节啊，再折一下，数一节啊，折一下，
再数一节啊，折一下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。再数一二三，数三节啊，旋转。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上面来。数一二三，数三节，我们先旋转一下，把它转到这边来。数一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旋转，然后把它转到里面来。数一二，数两节，折一下，再数一节，旋转，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把它折到下面来。再把最后一节折一下，这样就做好啦。我是悠悠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